一两个月里我增重了12斤，我爸爸得病了，他感冒了，这个感冒了，我问他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说好了，实际上他那个病啊没好，后来又疼，确诊因为急性淋巴白血病。当时我没害怕，爸爸现在得病了，弟弟又太小，我只能站出来救爸爸。这个孙子一听说能救爸爸，就自觉的，说我能行开，我去。扎的时候小，躺在那儿啥也不能动，光在这儿伸。你这么大的小孩不可能不疼啊。疼也就疼一会儿，抽起来了就不疼。爸爸，哎，好点了没？十几天顶着吃饭了。尽量多吃药，多吃。我想让爸爸快点好起来，我想快点回去，回学校，回去上课。